Stranger to the light, wind of God, take out the graves, breathe into the flame. Thank you.
感觉不到那个资格，因为每次都要去到，一直要去看医生，for 我的眼睛，everything，一大堆的 appointment check 要做，然后也当然是没时间，是因为害怕听到那些，就来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损伤啊那些东西啊。我还没成为基督徒之前，我就是一个摆烂的人呐、那段时期我是非常的绝望的，甚至想要考虑到自杀终止。我中学时期是面对校园霸凌、肢体霸凌啊，因为在学校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四年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去教会，然后 and then 我停了一段时间，然后当时候呢，我整家人呢没理我。说那段感情是非常的四分五裂，非常的很孤立啦。因为那段感情的问题所在，导致我就开始迷失方向，逃避现实。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是没有，他们没关心我，还是什么。然后在那时候，我就曾感到了绝望和伤痛，并且没有喜乐。每天，其实那一个神有给过我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他有给过我一个无尽的爱啊，很多的爱，然后也可以让我感受到那一个 peace。真的尝试去向他祷告的时候，就每次 appointment 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特别的轻松。他告诉我，别人不懂你，但是我懂你。那时候给我遇到的上帝啊，就是给我满满正能量啊，就把悲伤还有绝望的时候，他就给我满满的喜乐，满满的 joy。就给到我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一个安慰。在那一刻，神给我的安慰就是我在祷告，然后他就突然间给我力量，然后我也觉得到我也没有那么的伤痛的那些了。在百分里面，我可以学到很多，故事啊，就学到很多经文，就是学到很多关于喜乐的东西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世界，就算在伤感、在绝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神带给了我就是无限的那个和平，还有那个许多的爱。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Group Science last song and the last song that we're going to perform today. So, as we sing our last song, it will be a film, would you let's sing this song together? Because this is our story, it's not our story, this is God's story. This is every single one of our story today. So come, let's give God all the glory, let's give God all the honor tonight. Everybody, hands in the air. Grace, bounded by your grace, bounded by your grace.